今日系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号星期五，我系万锦市第六区市议员何湖景。今日好开心咧，同大家介绍下我哋诶工作嘅地点，呢度咧就系万锦嘅 Civic Centre。 咁呢個 Civic c e n t e r 其實講起上嚟咧係有段歷史嘅，眨下眼已經有成二十年㗎啦。佢其實咧係喺一九九一年建成嘅。咁佢個建築師咧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建築師，叫做 Arthur e r i c s s o n 咁佢除咗咧設計呢個萬感 Civic c e n t e r 之外咧，佢都係負責設計嗰個 r a l Thompson Hall 啦，同埋嗰個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嘅。咁、嗯 我哋喺二零一一年二十周年紀念嗰時咧，就順便咧就將呢座建築物咧就列為一個古蹟咁去保存嘅。咁就誒眨下眼呢座建築物咧，你睇嚟仲係好新淨，但其實佢已經有二十年嘅歷史㗎啦。呢座建築物咧誒最高咧係有三層樓高嘅，就誒佢個形狀咧就一個好似。 J 型咁樣嘅，即係 I J K 嗰個 J 型嘅，咁即係話去到誒、呃、個底嗰度呢，係轉個彎咁樣嘅。咁誒，佢、呃、入面其實佢設施誒、呃、相當多嘅。嗱，首先呢，佢有一個試聽啦，咁试聽呢，就誒、呃、我哋係開放俾公眾㗎啦。咁觀眾席嗰度呢，係有超過二百五十個座位嘅，咁就我哋誒。呃 而家咧，連埋市長有十三個誒、呃、市市議會嘅成員喺度開會。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是、我哋萬金市議會誒嗰、呃那個平台停車場嗰個位置嗰度。咁咧喺我身後面咧，就係、是。 大多伦多市最大嘅一个溜冰场，咁而家已经诶进入咗啊春夏天啦，咁当然就冇咗雪啦。咁大家睇到呢，就诶而家有个水池喺度嘅，咁呢一个溜冰场呢，其实呢，我哋冬天呢就系、是、开放俾诶、呃、公众嘅，咁又系大多市最大嘅一个溜冰场，咁我哋即系感觉到好骄傲嘅，就好多人即系、就是、冬天嚟诶系会嚟呢度溜冰嘅。 我剛才呢就係、是、喺萬錦市嘅 chapel 嗰度出嚟嘅，咁大家睇到咧呢個 chapel 呢，固、這個、顧,顧名思義就係俾人結婚嘅地方啦。咁喺萬錦市呢，我哋呢個市會嘅大會堂裏面呢，就、這個、呢個 chapel 呢係其中之一個。

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呢，就係當我哋開會嗰時咧，觀眾坐喺呢度聽我哋開會这個地方啦。咁呢度呢，大家睇到呢，有個座位呢係相當多嘅，超過二百五十個嘅。咁樣如果觀眾呢係需要有意見發表嘅呢，通常嚟講呢，就佢開會之前呢，就要填一份藍色嘅表，然之後呢，跟住呢，就到我哋市長或者係誒主席叫佢出嚟講嘢嗰時呢。 如果佢純粹淨係講嘢嘅呢，佢可以用呢啲細嘅台咁度有支咪喺度啦。但好多時呢，就好多觀眾呢，其實佢哋都好專業㗎。譬如有啲議題呢，佢哋做埋準備功夫啊，同埋呢帶埋電腦嚟嘅。咁呢，就佢需要呢，就用我哋啲儀器呢，就將佢做咗嘅嘢呢，然之後呢，就放上個熒光幕度，咁就可以喺呢度講嘢嘅。就每個人發表意見呢，最多係五分鐘。 呢个就系我平时开会坐嘅位置，咁就大家都睇到啦。诶、呃，我诶、呃、左右都有其他市员一齐坐嘅，咁就我哋个位置嗰個編排咧，就根据佢个选区，咁然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去去排发嘅。咁喺我哋个座位前面咧，就有个荧光幕，那个荧光幕咧，其实现出嚟嘅嘢咧，系同嗰個大熒光幕咧系一模一样嘅，但对我哋嚟讲咧就诶、呃、容易啲睇。咁样。 喺呢個熒光幕下低咧，其實咧係有幾個電掣嘅。最主要咧就係投票嗰時候用嘅。譬如有個電掣咧，就係話咧，誒，我哋投贊成或者反對或者棄權，咁就喺呢度控制嘅。另外，如果我哋想發表意見嘅咧，我哋都要喺呢度撳個掣嘅。咁然之後咧，就喺市長個位置度咧，佢就睇到邊一個一個市員係想發表意見嘅。咁然之後咧，就按住嗰個次序咧，然之後咧就佢咧就。 誒著、呃、我哋個咪，咁我哋咧就可以講嘢嘅啦。咁市完咧基本上咧就發表意見嘅時間咧就冇限嘅，不過通常嚟講咧，我哋誒、呃、都唔會講多過五分鐘嘅。嗱，<Okay. S 1> 大家睇到咧就係、是、最底呢個紅色嘅掣咧，就其實咧就顯示咧我哋係想發表意見嘅。咁撳咗個掣咧，咁就誒。呃 市長嗰度咧就會睇到咧，我哋誒邊個市員係想講嘢嘅。咁上面呢扎掣咧，最主要咧就係攞嚟投票用嘅。咁樣我哋最通常用嘅掣咧，就係 yes 或者 no 或者係棄權啦。咁其他嗰啲掣咧，就基本上咧就好少會用得到嘅。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议题咧，就是我哋万錦市咧，就誒在嗰个。 選選舉嘅選區咧係會重新劃過嘅，咁就係、是、誒、呃、主要係貨出年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號選舉用嘅。咁今次劃呢、這個再重劃呢個選區嗰個目的喺邊度咧？咁就嗱、呃、大家都知道啦，就誒、呃、萬錦市總共嘅人口咧就誒、呃、未到三十二萬嘅，咁我哋有八個選區，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係、是、我哋平均咧每個選區咧應該咧就大約有四萬人左右嘅。但係因為咧每個選區嗰個發展嗰、那個 速度唔同，咁樣而家呢就我哋而家嗰個選區嘅人口呢，就个分布呢就非常之唔平均嘅。嗱，最简单呢就系、是、第一选区同第二选区，因为嗰個喺康山嗰度呢，佢嗰個地域嗰個限制，咁再加上呢，就佢个发展呢都已经诶、呃、相当之完善嘅啦。咁喺过去呢几年呢，個人口呢就基本。 基本上係冇增長嘅，咁佢哋每個選區咧就大約係有二萬誒六二萬七人嘅，咁然但係相反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而家呢個第六選區咧個人口咧就已經係四萬幾咯，但係都唔算最多。 最多嘅選區呢，就係喺一啲喺十六街以北嘅地方。咁大家知道嗰度呢，就誒不停咁樣起新屋啦。咁呢，就誒而而家嘅第四、第五選區呢，個人口呢，有啲咧就超過六萬人，甚至咧接近七萬人嘅。咁變咗咧，鑑於呢個情之下咧，就誒當然有市員啊覺得，哇！佢哋咧基基本上接近，即係誒市民個機會咧就減低咗，佢哋嘅工作咧就個。 壓力都越嚟越大啦，因為你大家知道呢市員嗰個工作呢，其實呢就係、是、每一樣好少嘅嘢呢，都會收到市民嘅投訴嘅。尤其是今年誒、呃、冬天落一場咁大嘅雪呢，咁基本上呢，就是、我哋收到嘅投訴呢，其實嗰、那個誒、呃、數量呢，係跟我哋嗰個人口選區呢係成正比嘅。即、就、係、是、換句説話講咧，某啲選區收到嘅投訴呢，係多到不得了嘅。咁 因此咧，我哋咧就喺誒三月開會嗰時咧，就決定咗咧，就將呢個選區咧就重劃過，咁然之後咧就誒準備喺出年誒誒試選嗰時咧攞嚟用嘅。嗱，其實重劃過呢、这個呢啲選區咧，基本上咧我哋有幾個大原則嘅。嗱，第一樣嘢我剛才講過就係而家嘅人口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 準備即係計一計咧，將來嘅人口，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係、是、有啲選區咧，尤其嗰啲新區咧，而家咧佢可能咧，即係接受一個誒、呃，譬如低啲人口誒嘅嘅情形，但係咧我哋預計咧喺嚟緊嗰十年。 或者十二年里面呢嗰、那个、人口呢会增长咗之后呢，系会同其他啲选区看齐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上一次嗰個選區、呃、重新分配呢，就喺二零零一年做嘅。咁然之后跟住呢，就二零零三年就开始用啦。咁啊用咗三次，就二零零三、二零零六。咁跟住呢，二零零六之后呢，就因为改咗每四年算一次，咁就二零一年咁用咗三次噶啦。咁我哋希望呢，今次。 再划呢個選區嘅咧，就誒、呃，希望能夠咧就去到咧就二零一四啦、二零一八同埋二零二二做到呢呢三屆。咁嗱、呃，除咗呢兩個大大前提之後咧，就其實我哋仲有三個大前提咧，我哋要能夠搣到嘅。就第三個、那个、大前提咧，就話咧，我哋希望能夠劃到個選區咧，就喺個地域嗰個方面咧係誒唔會。 即係橫跨兩個唔同嘅地域嘅，最簡單有就係我哋用，譬如誒講就係誒個誒高速公路啦。譬如我哋希盡可能希望咧、就是，就係譬如喺四零七嘅南同四零七嘅北咧，係唔同選區嘅。咁但係咧話就係咁樣話，但係其中有一個選區咧，咁佢都包括咗誒咩嘅四零七以南同以北少少地方嘅。咁呢個係。 即係八個選區裏面係唯一嘅一個選區就係这樣嘅。第四個大前提呢，就係話呢，我哋希望呢能夠、呃

重劃咗之後咧，係能夠令到將來嘅市源咧，佢個管治係誒唔會有問題嘅。我點解咁講咧？嗱，因為最初咧，即、就、係、是、有人提議就話啊，好簡單啫，邊一個選區，譬如人多太多嘅，就喺嗰度咧就切一忽出嚟，咁樣。 咪變咗咧，就大部分嘅選區咧就冇影響然之後咧就整個新嘅選區咧就執晒，即係切咗出嚟嗰啲。咁樣變咗咧，對嗰個市議嚟講咧，佢管治咧就困難啦，因為咧就每個選區都一忽咁啊，即係東一忽西一忽。咁我所講咧就係話，我哋今次咧重劃呢個選區咧，就希望能夠做到咧就話。 誒，佢哋、呃、即係嗰個選區咧，每個位置每個位置每誒誒、呃、都係咧連接嘅，咁樣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今次重劃呢個選區咧，咧就誒嗱、呃，我哋而家已經有八個選區啊。咁咧，但係咧大家都可能已經聽過咧，就係、是、第一個選區同第二個選區咧就會合並嘅。咁合並咗之後，咁大家即刻會諗到就係、是，咦，八個會唔會變咗七個啊？咁？ 但係其實又唔係喎，就其他嗰六個咧，我哋咧就重劃個咧就變咗七個選區，即係換句説講咧，就係、是、第一同第二兩個選區合併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個選區，咁啊就少咗一個啦。但係其他嗰六個咧，我哋重劃咗之後就變咗七個，咁啊多翻一個，咁換句説講咧，仍然都係八個選區。咁啊跟住個結果就會係點樣咧？咁當然咧就第一、第二個選區咧喺出年個。 誒、呃、市選嗰類咧，就當然會有一個現任嘅市員咧，係會誒、呃、被淘汰啦。咁呢個係不幸嘅嘢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喺其他嗰六個選區裏面咧，就重劃咗之後變咗第七個選區咧。換句説講咧，就係、是、有一個選區咧、呃，而家係未有誒在任嘅市員嘅，而嗰個選區咧就啱啱咧就喺十六加二北，就喺誒窩頂。呃 以東嘅就一路咧就去到 Marham Road 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地方咧其實咧係住咗好多中國人喺度嘅。咁呢度咧我希望咧就有志從政嘅朋友咧係誒想即係誒、呃、用市嘅誒、呃、服務服服務市嘅嚟誒作為一個即係誒、呃、試驗又好一個踏腳石又好。 就應該考慮一下咧，就誒喺呢個選區嗰度出誒、呃、出線啦。因為咧，其實對於市選嚟講咧，喺過去嘅記錄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在任嘅市員咧，除非佢做得好差，或者佢咧係有一啲議題咧，佢係誒投票個票嗰個咧係同佢個區嗰個選民咧係相反得好緊要。如果唔係咧，佢大部分嘅情咧都係係可以重選到嘅。 換句所講呢就話如果有意參政嘅華裔朋友呢如果喺一啲舊嘅選區仲有誒、呃、市員喺度做緊嘅呢咁樣佢嗰個挑戰呢就會大好多啦。但係對於一個新嘅選區呢嗰、那個誒、呃、競爭咧就公平好多，因為即係大家都冇經驗。咁再加上呢，就係、是、呢個選區呢係咁多華裔人口，我相信呢係超過五十誒個 percent 嘅人口咧係華裔嘅。咁變咗咧就對於 華裔嘅朋友嚟講呢，如果佢有志參政嘅呢，呢個係一個誒、呃、相當好嘅機會嘅。